为将之道，理应为主恪尽职守。绝不可轻言退让。阁下冒险来此，又为何故？张辽这一问，便请由刀刃来作答。将军命在下镇守此城，在下纵死不退。绝非贪生怕死之徒，斩吧！在此处取下敌将张辽的首级。为何？习武所谓何事？在下潜心习武，与辟邪共赴战场，终于在吕将军处寻得答案。习武非为伤人性命，而为守护自身信念。真正的武将，乃为守护信念而战之人。吕将军之坚强信念，曾令在下为之敬仰不已。如今五运已尽，随主共赴黄泉已无怨言，只是相逢恨晚，未能与世间另一位强者尽情切磋。收起武器。阁下竟愿出手相助，看来此人杀之可惜。敌将张辽，你可愿弃暗投明，效力朝廷？张辽败军之将，听凭明公处置。吕布正固守下邳，尔等也随我军同行吧。等等，兄长他……事关承诺，请恕在下无法相告。